当我故意和你有闺蜜暧昧。别犯了吧。啊，刘丫丫说晚上一起吃饭了。你们俩吃饭吧。不是，咱仨一起晚上吃火锅。啊，哦，那你先换拖鞋啊。好。他脚小，这个太大了，他上了六码的。那你穿这个。你今天挺有表现的。刚受不了吃东西饿过。好了。你姨妈不是刚走吗？还注意点吧。啊，刚走那是已经走了。再试试，小鱼，哎，你就晚班要到我隔壁呗。嗯，好呀。晚上你们俩准备住一起了？你想啥呢？玩游戏就当个山寨，他准备搬家到我这里来，我教他玩。你哄谁呢？我闺蜜根本不需要你这样。现在山寨出了五周年新手版，我觉得还挺好上手。现在配件有工队，开花有限的福利银行卡，现在就业老爽了。你又开始玩了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关键是我淘宝早就给我买了存档了，后期帮我打下发育。现在我跟对方躺赢，已经有30多钻石，100多块币，马上打中我要拿八页了。而且9月20号五周年新福。火爆开服，进一步还能抢放什么？哎，我也想加你小队，感觉与他的、瞧不起谁呢？不是，你怎么一点也不吃醋啊？吃醋？不可能。咋不可能呢？他刚分手，我打打游戏聊聊天，说不定能趁虚而入呢。就是你刚分手，他怎么知道的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了？我你洗澡的时候不小心看到你俩聊天记录了。什么？说好的情人呢？哎呀，我就看到那么一句，其他什么都没看见啊。